朋友们早上好，现在是北京时间9:40，结束旅居第五站，现在向山西出发。我在第五站这个贵州的赤水市待了9天。对，我对这个赤水市非常有好感，尤其赤水市的周边，这些天其实也没怎么进城，全在周边转悠了。哎，到了赤水收费站了。哎，赤水市再见了，我有可能再来，有可能再不会来。人生谁能说得准呢，是吧？哎，哇，今天的雾好大呀。一站旅居大概10天左右，现在第五站，50天过去了。这里怎么还有一个收费口啊？黄乙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明天上家人来。啊，交通行驶证。稍等啊，看你可不可以拖过这个，肯定要的这个。你驾驶证呢？在里边。你这个好像你小车不可以拖过这个。小车不可以拖挂，是和工程挂车，我这是旅居挂车，我这种 SUV 是可以拖挂旅居挂车。这个好危险，你这样开车，你这个那么长。那对不起了，但国家政策有规定，我是允许上路的。上路肯定可以上路嘛，也可以，他给你上牌，你肯定可以上路了。对啊，慢一点啊，你这个开车啊，主要是怎么样？哎，老司机了，你没看都22年了吗？知道，但是也慢一点，那么长，这个对不对？好。谢谢，拜拜。阿Sir叮嘱我要小心开喽，那么大。哎呀，这个阿Sir还要我给他讲一下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。这个位置就可以掉，我又跑到下边去掉，还跟阿 Sir 对个话。开门儿，又浪费了我20分钟啊！时间是最大的成本呢，朋友们。2008国道，哎呀，我这一趟又跨了4个省啊，贵州、四川、陕西、山西。2008国道。其实我还挺适合这种长途奔袭的，体力好。他说前边又转了，怎么感觉不对劲儿呢？这路。之前来的时候是冬天，树上没叶子，现在树上都有叶子了，认不出来了。哇，有个黄色的，我停哪儿啊？2:55，我太准时了，我说3点。王工，我胡汉三又回来了，好久不见了，有半年了啊！我上次是12月份哈。我
昨天晚上我好像看见你是一直那儿来了，是吧？前天是。对，昨天晚上开，今天开了300多。那我先把车，那先放着。先给我。好，好。还有200公里，不应该快吗？哪有？没有300多公里。这到快到时候，见东哥了没？没有呢，我刚进来啊。开动了，啊，行。哎呀，想不到我这么快又杀回来了。看见你视频了，有车过来了。花姐，快二强。昨天晚上看你直播吗？啊，对对。你坐了。谁的机车呀？这么帅。哎呀！哎呀，烧死你了！你这不戴帽子，我差点认不出来。是吗？你的机车呀？以前有吗？啊？以前有吗？我才弄。新弄的，完了，我现在上了机车的这个坑了。玩车的。哎呀！玩车的。好，对，好，小美女们都是玩车的，是吗？玩机车的，我就全买了这些改装件了。坐。前两天我在高速看一群机车仔从广州，对，你看那集了吗？哦，看了。当时给我兴奋完了都。是吧？玩摩托车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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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说别说，别跟东哥说我来了，玩笑呢。坐，咋的？中午整大了？没喝水，晚上给你喝。半年啊，12月份到现在，是我们经历了一个疫情，这个好像隔了一个世纪一样，感觉啊。来，朋友们，现在我已经到了这个星洲房车的厂家了，然后现在跟兄弟们出去喝。我们的严总的弟弟新买了一台公羊啊，太帅了。那两个美女呢？那我上来了。哇哦！哎呀，好帅呀！爬楼似的。对，像爬楼似的。嗯，我又来到了熟悉的四合院啊。那今天晚上吃饭的还有几个车友，明天准备提车的车友。对，看四合院。严总，我说又来到熟悉的四合院喽。上几次在四合院都是晚上，第一次白天进来。嗯，那这个四合院呢，就是这个星洲厂家的这个老总他自己的四合院，自己的院子，这个餐厅，看看今天有啥吃。哎呀，好香啊！这是烤啥呢？哇，好香！羊肉是不是？猪肉啊，猪肉怎么那么香？感觉，哎呀，今天在哪个房间呢？之前在这个房间吃过啊，不是这个。哎呀，严总，我们在哪个房间呢？在这儿呢？是这个吗？啊，在这儿呢。又来到了熟悉的房间。你种的？嗯，哇，这新鲜的小樱桃，这是樱桃吗？沙棘吧，这是。来，沙棘，沙棘果。来，这两位美女也要成为我们星洲的车友喽。好久吗？在家俩叔叔了。是吗？哦，对，这是最原始的樱桃。嗯。太酸了。嗯。酸。不酸。来，我尝尝一看。不像假的，我就以为是一串假花。你这少看我们北方，北方也是有樱桃的嘛。嗯。我炉子差不多了，剩下给你们弄。啥呀？张姐。哎，他是不是在路上说怎么？哎，这辈子就给你留着。走一个，来走一个，我还没倒上呢，亲小姨，走一个。啊，我们今天拿那哎，我们拿个白酒喝个溜溜。来，欢迎几位小朋友，还有这个朋友。所以我们星洲的车友都是年轻化了。没事，这次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了啊！这次这端午节回家去卖酒去了。来，走一下。红酒，红酒吗？红酒可以了。朋友们，我已经喝高了啊。